不否认我心里有你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个爱我的老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就跟公司以前的同事去吃饭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留下来陪我。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骗自己了，你根本就放不下我。我不能犯错。许冠山，你是在乎我的。本周日晚间八点，《三十而已》就在 TVBS 42频道。